Hello， 大家好，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你们两个是互相最了解对方的人。是。Hello， it's me。显然好像是的，我肯定比你更了解。搞错了，再来。我肯定比你了解我，更了解你。我肯定比你了解我，更了解你。不对。So， 你想说什么？那我们该要干嘛？那你们现在就来做个测验吧。哦，这样，我问一个问题，然后如果你答不上来，你就输了。关于对方的问题，啊，好吧？不对，关于我的。啊，一人问一个。你第一次。第一次对你发火是什么时候？这个我哪知道啊，因为黄佳怡一直都在发火。啊！你污蔑我？确实是你一直在发火。什么鬼？开玩笑，开玩笑，我经常发火。他耍赖吧？因为小松做的，因为小松，因为小松太调皮了，真的。你第一次发火是什么时候？反正练习生的时候应该不会怎么发火，然后冲到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吧？我真不知道，因为小时候太调皮了。那所以正确答案怎么说？那重新再问一遍，这个自己都不知道答案。那我最喜欢吃什么？你最喜欢吃青椒肉丝儿。你说过了。以前最喜欢吃。哦，现在你又没说以前。那我现在最喜欢吃什么？辣条。最喜欢辣吃啊，不行。你是喜欢吃虾片，对，喜欢吃每日坚果，对吗？还有吗？喜欢吃冷面。怎么不对？你别搞心态啊！我看不来你们都社会上的娃儿，还嚼得很。我喜欢吃。我怎么没看你经常吃啊？啊，我喜欢吃那个。啊，是。但是最近来重庆之后啊，我好喜欢吃拉面。哦，对，我喜欢吃鳗鱼饭。鳗鱼饭，然后拉面，然后寿司。你看我最喜欢吃什么？寿司。寿司。你问我了。好帅。行李箱的密码是多少？真累死你。不是我，对了，怎么不是304啊？学校的过程吗？走。反正好不容易出来。可以。哎呀，好爽啊！出来，还可以学自行车。哈哈哈，兴奋了。听我的天，啊，可以。你们还记得你们是怎么学会骑单车的吗？你是怎么学会的？我火了，我直接从一个上坡下面骑单车骑下来下坡，然后就。我是在小区里面摸爬滚打了半个小时才学会的。一开始不是先有两个扶手的吗？后面我就没用了。时间并不早也。小区里面有一个下坡，就把一个车，我一下骑着那个自行车就下坡，直接冲下去，然后
候，然后当时我很想刹住，但是我下意识的没有按住刹，我按的是右刹，然后就甩尾，对，当时把我人吓惨了，但是甩尾，那这就是一个漂移。Dream high in the quiet of the night, you know that I caught it. Bad, bad boy, shiny toy with a price, you know that I bought it. Killing me slow, out the window. I'm always waiting for you to be waiting below. Devils roll the dice, angels roll their eyes. What doesn't kill me makes me. 啊，好爽。 Help me, please.喜欢什么穿搭呢？喜欢上阔腿裤，然后上面一定是阔腿裤，然后那就是束脚裤，你也不会穿束脚裤，就喜欢穿阔腿裤、运动裤、直筒裤，然后穿一双白鞋，然后搭一件 T 或者是一件黑卫衣。那我呢？那我最喜欢穿的是一件牛仔裤，嗯，宽松牛仔裤。我知道你喜欢穿什么，你喜欢穿套装。我套装其实挺少，很少，挺少。你的套装一套而已。然后昨天那个套装，牛仔套装，是，好多都忘了吗？对。我回答我了。你问，我喜欢什么颜色？可以跟我就是有几个列举出来，然后我选吗？确实有点难，这个颜色好多种的。那红橙黄绿青蓝，选吧。蓝。答错了。黄色。但你都没有什么黄色衣服呀。我还没有黄色衣服，你记不记得我以前那个套装？还是那个套装。红橙是叫啊，小黄人。我有一件红色卫衣当时。我最喜欢吃。什么小面？重庆小面。重庆小面的哪一种？我知道。你绝对猜不面吗？还有一种，绝对猜不了。因为他要是猜出来，真的，我请他吃一辈子的小面。不可能猜出来的。拉面。担担面。豌杂。豆花。脑花。我知道。真的，你答对我就请你一辈子。猪肉面，大米，大米，什么大米？下次我跟你说吧，但是你就脖子宽面，又猜人，你知道吧？摄像师，你肯定知道吧？摄像师，他知道，就猜人，就是一种面的一种俗称吧，真的。文哥小课堂开课了，就猜人。就是一种面的一种俗称吧，细宽都像韭菜，所以叫韭菜叶子。那刀削面也对吧？不是只当一饭，我就只能请你吃一碗。你应该帮我半辈子的命。那我问了吗？那你问。我吃西瓜喜欢吃块的，还是喜欢挖着吃？你不喜欢挖着吃，因为你从来没挖过这东西。那不代表我不喜欢了。你喜欢你还不去做？那你说选择一个。那肯定不是挖呀。你说一个。就是亮啊。肯定是挖着吃啊，我之前都说过。好吧，居然是我的问题。那你就要这样问一些很绝的问题的话，那我问你，我的偶像是谁？只给你一次机会。外国的是。你好冷。你就反正只能说一次。开。你弟弟叫什么？你弟弟叫。叫宋继轩。宋继轩。那你弟弟叫什么？
知道。你自我自答吧，在这里。我知道。刘。刘。九幺五。我知道。不要听，不要听。我闻呢。我叫你妈妈叫。就像你妈这样，我就不说了吧，不好意思。你妈姓啥？我知道。不说了呀。好吧。你知道我最喜欢自己的哪个部位吗？腿、鼻子、眼睛、眼睛、眼睛、耳朵、头、嘴巴、牙齿。我都说到眼睛盲吗？这些眼睛的贴近了。卧蚕、双眼皮，这都猜不出来。眉毛。对呀、啊。我觉得你应该对你的耳朵感兴趣吧。我的眉毛这么……哇，这不是痘痘吧？包被蚊子咬的包，啊，你从眉中间一毛孔进。好的，我出来几个字。哦，幼稚。我不要跟你玩了。你得快说。三颗。这个我能猜对。哇。这一个。我说我脸上几个痣，我刚数了一下，有三颗。我刚数了，这一颗，这一，哎呀，让我过来，我看，我也要看。你先让我看，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所以我就看。不多，不是没看到发际线还有两颗。你脸上也，你这也盖住的，所以我不知道。看一下，我看一下。不行，这个不算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哇，我脸上这么多痣。好。我手上一共有几个结？结，五个，错，哦，四个，错，三个，错，一个，错，二个，对，弹吉他的一个，这里都写字写出来的。我手上有几个点？三个，对，四个，不对，五个，四个才对。那你如果说我刚没数过来吗？好，我一个，两个，三个，还有这儿，好的。我们现在到了，对，对，他准备去彩排了。嗯哼。啊，我觉得骑自行车真的太爽了。不应该喷太吓人了。不应该喷太吓人了。我们哎，吓人了。两个轮子都吓人。我们骑了4.6公里，4.5，很棒。然后一共好像他说是绕鸟巢4圈。嗯。就是哥哥姐姐们，我们见到我们尴尬怎么办？哥哥姐姐们见到我们尴尬。不可能的，哥哥姐姐不可能尴尬的，我不会让他们尴尬起来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嗯哼，如果我们尴尬的话，我们就跟他们做游戏，嗯，做游戏就不会尴尬，嗯哼，把游戏做起来之后，慢慢也就熟悉。可以可以。我们初次见面，我们给大家带了一件现代的眼镜。哦，谢谢，附送礼物。哦，谢谢。居然里面有我们的一套专辑，所有都有。然后还有签名，里面那个你们的。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也不，谢谢你。主要我们也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这个就很好，很喜欢。我们就是看着那个 QQ 上面的照片，哦、然后说，那、哦、这个。应该会比较觉得霸气，我有我不由天。对对对，来肉真的，你们长得好像。跟同事的妈妈在紧张，还有这个气氛，还有一点点的紧张。我们先来玩个小游戏吧。花园。哦，对，是这样。花园，去花园。我去花园。我们去花园。我们去花园玩。我们去花园里玩。我们都去花园里玩。今儿我们都去花园里玩。哎，这俩字儿，这俩字儿。今儿就是你这是说今我们都去花园里玩。今儿我们都去花园里玩。今儿我们都去花园里玩了。今儿我们都去花园里玩泥了。今儿我们都去花园里玩
里泥罢了。今儿我们都去，为什么要数呢？今儿我们都去花园里玩脏泥罢了。今儿我们都去花园里儿。你这个太假了，你这不行，划水了，这划水了。今儿我们都去花园里玩儿，给你的机会不多。哎，烂泥巴，脏泥巴，脏泥巴，脏烂。嗯，今儿我们都去大花园里玩脏泥巴了。今儿我们不都去大花园里玩脏泥巴？他已经变意思了啊！就是你再说一遍，今儿我们都不去大花园里玩泥巴了，是吗？脏泥巴了。今儿我们都不要去大花园里玩脏泥巴了。今儿我们都不要去大花园里玩脏烂泥巴了。今儿我们都要不要去大花园里玩脏烂泥巴？不去了，太绕了。不是了。今儿我们都要不要去大花园里玩脏烂泥巴了呢？花水大王，看见没有？哎，我可扎了死啊！呢，这是病句吗？嗨，今儿我们这比我更滑，学坏了。嗨，哎，后边还用我说吗？你是记不住了吗？还要说出来啊！要说完啊！嗨，今儿我们都要不要去大花园里玩脏烂泥巴了呢？哎呀！嗨哎！嗨！我想一想啊，要把它变个意思。对，要有时间限制。要有时间限制。三。嗨呀，那我是不行，这不行吗？这不行，这为什么不行？一个意思。他也行，他也行，为什么我不行？因为事不过三嘛。那他是那个三，我是那个三。嗨呀，我们今儿，嗨呀，今儿我们要不要去？都要。嘿，今儿我们都嘿。你错了，你。行吧，行吧，我输了，我觉得大家现在应该也熟一点了，我们来干正事儿吧。好，干点正事，干点正事，干正事，奏吃饭吧，奏乐，吃饭吧。那我腹肌有几块？一块。哦，没有。哦，今天要我带你们体验一下没有腹肌是一种什么体验？怎么会没有腹肌呢？六块。这是八块。对。还是验证的。六块，六块。该你了。那七块，不对不对，是连起来的。我知道。你最喜欢看的电影是什么？好多了，你应该最喜欢看《无名之辈》吧？不可能，就喜欢看《无名之辈》。你每次看完最喜欢看马嘉祺吗？你是就是《无名之辈》？对，我有一次看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电影，我先说，可以先说吗？不对，我给你唱他的插曲。你明星吗？不对。哦，我好像。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这样？能问我什么歌？什么电影吗？啪！明星。很明显。下次不要。嘣。好，这样，我给你，你比，你画。嘣。我居然没看懂，让子弹飞一会儿。那我最喜欢看电影是什么？绿皮书。这我也是看了一遍，不是。很简单，还是一个系列。又是一个系列。对，让子弹飞。错。也不是，不是这美剧吗？你想？我喜欢我电影，没有说美剧啊。美剧当然我也很喜欢。速度与激情。错。那只是。Two。加勒比海盗。Yes。我有耳垂吗？有。有。验证。有啊，跟你说了。有，我竟然。你都没有。我都没有。那我问你，
铠甲勇士里面之刑天铠甲那一集。没看过铠甲勇士，没看过铠甲勇士。开心超人里面小新超人是怎么被找到的？哇、哦、这好熟悉啊，好痛苦。我知道小新超人以前是一个开朗的人，然后不小心就自闭了。有肯定有原因。不是，其实我也、哎、反正你忘了，我也忘了，是个很活泼的人。我也是以前这么活泼。猩猩的猴子三个是怎么样的？三个什么怎么样？你要形容他什么呀？帅的吗？丑的吗？热闹的吗？活泼的吗？不是了解对方吗？没事，那你先看一眼。那这样吧，我最后问一个问题，你也最后问一个问题，石头剪刀布，谁输的谁就最后问，谁赢谁先。石头剪刀布，我赢了，我是枪。我这是激光炮，它是从这儿打出来的。你赖皮，我这是。你当时你都已经说了你是枪了，可是我是第二任小说了，我这是激光炮。那我这个是三二重激光炮。没有啊，我这一个两个三个。那我也是一个两个。我还有这儿，还有手肘这里。那我还有这儿，我也有。想你的夜，我都可以，我都可以。想你的。其实在我发出这个，在我发出这个的时候，我其实这边也有，这里也有，其实我这里还是有，我也有，这里我可以发出来。那到底是让我重新制裁，还是让我选择不激光炮？这样正常一点，好吧？是不是这样？正常一点，正常一点。石头剪刀布，不是，我知道你要肯定要出激光炮，我这是无敌防御，无敌防御。我这是激光炮就能摧毁。你看你怎么摧毁？我重新给你传。这个可以防御的。但是不行，石头剪刀正常，石头剪刀布，我这是激光炮。又来了。哎呀，这个梗已经臭了。哎，不是我赢了吗？问，你别动。问，那我问一个深情一点。你触摸的地，搞错了，再来。你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啊，我记不到。第一次见面，下面也要编一个出来。你怎么能说不知道？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就是在那天啊，那天我特别开心，心情特别的好，我穿了一身特别帅的衣服去迎接我们的雅轩。我说真的。我当时应该是在跟你在第一次见，应该是在兴趣教室里面，是吧？感觉每次问这个问题，大家说的都不一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是啊，我穿了一件蓝色卫衣吧？对不对？对，不是蓝色。但是还是吴老师，你为什么记得那么详细？我最喜欢的 rapper 是谁？我知道，戴帽子，装辫那个，之前还做过你的头像。Temptation。哦 ，Temptation 啊，好有名的。你为什么？不是，我不是，你在说谁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很单身，我知道。叉叉叉，很厉害。那你说说他的代表作。So sad。对。你干嘛呀？你快问啊！我就一直问呗。好，那我就一直。不爱的第二句是什么？太简单了。我就十点半的飞机，那十一点半三十一他在干嘛？让他一点半来。不，我要知道他十点半三十一分，十一点半三十一分肯定在飞机上。他都没有说过他上飞机啊。他十一点半在约会，然后约会被拒，然后之后就一点半的我在回家路上。他十点半，那首先对不对啊？首先你要知道十点半到一点半是三个小时的路程，三个小时他是从哪到哪呢？从重庆到四川。不要下挑战，是我们来做这个挑战。如果你先下，我谁先？因为是干那个，那你先来吧。Round one。哈哈你怎么笑 ？Round two。那你了。等一下。别迟。别迟。我太难了。为什么你自己笑了？给你，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来吧。不知道为什么，口水能笑吗？不会吧，不会吧，看着我这个口水，不会是。我可以唱首歌吗？嗯。
他追，他们都差距难分。准备，没有想，准备动手。你爱笑不笑，真的，不笑拉倒，他就一直坐这儿。你反正笑了，你就反正请我吃顿饭，那就可以不用你做。反正先让我吃，因为我真的让你请我吃。不可以辅助，还是他就笑。作弊。再给我一次机会。好，预定。Round three。Day two。老公，他哭了，我起来吃了。好。不是，就是他输了，他跟我说了。行，走。喂，有了。好。我还想听。哦，你又要听？那这，哎，啊？走。我觉得很棒。我就是要你。我都没有什么可以带动现场气氛的那个交响。可以，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来。掌声不听，我不听。我就是要你，掌声不听，我不听你。我先停了。掌声在哪里？你。好，我先停了。我演现场的时候会左右摇，就是。哎，我已经融入你了，你会这样。哦，我知道了。就看你们有没有办法一边弹一边。我知道了。只要你，我就是要你。妙吧，赢了，可以，炸了，有点 Queen 乐队那个意思。哦，我们就集体，我们五个人，这样肯定也很差，就是那个画面切一个中景啊。我想要太多关于你的形容，我想念你的声音、气味和轮廓，等我把我未触碰的诱惑。我的爱像海里一触破。没说错吧？
用力啊，你们不用力啊。我就是从来没有抱着过任何的，我连小孩都害怕抱。帮我拿一下。这俩组的还亲热的。走，让他去弹琴。他不敢进去吧？嗯，等一下。我出去一下。你要干嘛？我也想去看。我先那边，就在那边，你看。啊，不是那边。你看这，就是那个。别看了，一会儿出来再看吧。反正还是考了。一起去看看。哦，牙骨兽，你看，看过兽吗？往那边翻一遍，牙骨兽，数码宝贝。我觉得我看好多动漫啊。来来来，你抱，快快快快快，我抱不来吗？每个人都抱不来。先把它放下去，你就慢慢蹲下，慢慢蹲下，来来来，慢慢蹲下，对，你好，然后哎，乖过来，嗯。这是任何东西、啊。它的伸爪子，哦，它没剪指甲。那就放等一下，他没剪指甲，一个灰指甲，他没剪指甲，我已经感受到他指甲的锋利，你知道吗？是的。那首歌怎么唱的忘了？什么是快乐星球？什么是快乐星球？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我现在就带你研究。吃饭了，吃饭了，大家，吃饭。来吃一下亚轩和赫尔请的火锅，好吧？好的，那我就先开动了。吃呗吃呗，开始呗。黑饭了，这是牛肉吧？不管了，啥啥肉都可以吃。这个酱怎么样？香油的还是麻的？香油的吧。啊，香油的就这个。我想要麻酱，麻酱麻酱吗？我只看到香油的。啊，在那那么远，那我先涮吧。像我这种什么肉都吃的人，是很少在南方人吃牛肉。哦，这个小肥羊很好吃。我喜欢吃烤全羊的，哇，这个。那还有你要香菜吗？啊，要。香菜的吗？有香菜，我不吃香菜。谢谢。还有麻酱吗？那边有老干妈吗？我看到里有辣椒油行吗？那有盐或者味精吗？辣椒的油来一个，有点有点粗。这麻酱可以吃吗？可以，可以。你蘸一下，这个蘸一下麻酱很好吃。啊，我拿的盐。干杯。没水了呀。没水。来呀，来一点盐吧。喝味精，味精，来吧，干杯，干杯，哎耶，请大家吃火锅，喝水都要喝饱了，我真的吃饱了，啊，这么快，
吃了太多零食了。羊肉汤锅你吃过吗？羊肉汤吗？吃完烤全羊。我吃过。我觉得我上一次吃涮羊肉，如果没去错的话，吃个羊肉啥不吃的。嗯？火锅吗？吃涮羊肉。嗯，我蛮想去吃的。嗯，觉得太。好像是，然后就再也没吃过。对。盐、蚝油。对对。你要的是吗？盐。盐还有盐。蚝油要吗？嗯。这么快？别光吃肉啊，吃点素的呀。光吃素啊，吃点肉啊。吃点肉啊。我吃饱了。吃了几个素菜呀、啊？吃了吃饱了。我确实吃饱了，因为我感觉没什么胃口。主要是什么？零食吃太多了。嗯。水喝多了。水喝多了。吃饱了，范远。吃撑了。你的下午还没吃呢。你吃吧。我也不吃。慢慢吃，我吃饱了。哎呀，好累啊。确实。确实吃的很开心是吧？对啊。我也想吃一点。主要是太。我是神经病，大型社死，再来，现在的不，我不能输，我不能输，哎不，哎，我是神经病，大声音，大声，我是神经病，哎，知道见到不，啊，我是神经病，神经病又来了，啊，有人在看我，来来来，知道见到不。没错，又是神经病出场了。石头剪刀布，我是傻子。石头剪刀，让梁老师输一次好吧？不，剪刀布，我是神经病。石头剪刀，有两个阿姨在看你。石头剪刀布，让我喊一声好不好？求求，那你喊。我是大傻子。我是傻子，你们在拍我吗？不。就不能让刘老师来一场。我是神经病，我要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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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叫。我是傻子，太尴尬了。我叫刘耀文，我是傻子。石头剪刀，石头剪刀布。我是傻子。石头剪刀布。我是大笨猪。来猪。石头剪刀布。冰水能流转了。谢谢。小弟弟，傻子是我，我是傻子。不，那有个姐姐，哎，叔叔，我是傻子。你好，我是傻子。Yeah. 我是傻子。此刻我独领风骚。